嗨，今天我要带大家来体验这款绝对让人疗愈的家居产品。我一直呢都很向往那种治愈又精致的风格，所以这次我要给大家带来的产品绝对能让你的家变得更加温馨和时尚。我现在就要前往去这个 Mokov 的 outlet， 他们家的设计都是属于简约时尚的，而且主打的都是平价但是质量高级的产品，也很适合我这种喜欢精简高级疗愈的品味。如果你有经过的话，相信我，你绝对不会想错过，一定要进去里面体验它的产品的质感。好的，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家居专卖店了，而且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给你们介绍这一款特别的产品了，那就是 ORZO 沙发床。 ORZO 沙发床呢，时尚感十足，为现代家居增添了一抹精致。它的套子可以根据所选面料完全拆卸和清洗，这对于家里有小宝贝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太方便了。而让我最惊艳的功能就是通过简单的背部旋转，不需要拆卸任何靠垫，ORZO 就可以变成另一个完整的双人床，从单人床到特大床号，样样俱全。对于想要更轻松的清洁地板，或者是在房间内调整床位的朋友们，还可以选择加装 ORZO 移动装置，只需要操作简单的手柄，床就可以轻松移动啦，而且还不会影响到底部、腿部的选择。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款产品的主要优势吧。首先，它提供了五年的机械和沙发面料保修，可以让你无后顾之忧。高品质的机械部件制造于欧洲，真正实现了沙发床向真正的床的改变，而且采用了耐用的压缩空气机制，比起液压或者是弹床机制更加的耐用哦。不仅操作简单，而且适用于所有人哦。你还可以从多种美国 Sambrella 性能面料或皮革中选择，都配备有五年的质保，更有特制的折叠床垫，由欧洲制造，为你带来更舒适的睡眠体验。沙发的材质选用了美国 Sambrella 的面料，提供五年质保，而坐垫则采用了高密度 PU 海绵，床底则有高抗冷轧钢制成，床架的颜色通过环氧树脂喷涂，经过静电沉积和烘烤固化，颜色持久鲜艳，而且床底还采用了高质量的金属网格，为你提供舒适的睡眠体验。最后，这款床最大的承重可高达150公斤，坚固耐用。总之 ，ORZO 沙发床不仅是一件家居产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它的外观时尚，功能强大，绝对能为你的家庭生活带来无限的惊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喜欢精致又实用的家居产品，一定要去专卖店亲自体验一下。别忘了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